玩得好夜啊！今朝早而家打車。好啦，我落咗車啦。依度叫永慶坊，其實係一個步行街咯。好明顯係一個老城區啦嚇，永慶坊會議中心、蓮香樓，還有餅食賣，睇個樣都好老字號啊！依啲買餅啊？咦？你唔係辣你啦？手撕大骨頭，蝦麵，哇！依家嘢好好老喎，無居喎，好似細個聽過八卦。幾多人排隊啊？牛奶甜品專家。西關旗鼓，哇！依間真嘅蓮香樓啊，百年餅家，哇！平安大戲院依啲肯定古蹟嚟噶啦，仲有戲睇噶，未執噶，我喺永慶坊行過嚟。行完喺呢度，向東行已經係下九路喎。精武門啊，精嘢個精啊，中式茶點喎、咁就有啲認得啦，嚟到呢度。上下九步行街歡迎你。似唔似澳門咧？幾似嘅喎，1958年，咁啊即係成60、65年，唔好話重男輕女啦，成日都話食煲仔飯、煲女飯都有啊！而家架打車兩次都停喺呢個位置，上賢里啊！點都要入嚟食下呢個一代總司啦，係嘛？俾咗個位我坐竹凳、坐竹台，叫做有西關風味啊！食下啲咁嘅煎粽，稱為之一代總司啊，一代宗師啊！永慶坊腸粉博覽館餐廳。粵劇博物館呢度就係用於粵劇嘅樂器啊，生旦淨丑啊，行當啊嚇。花旦的化妝啊，面鋪專是紅線女的藝術中心，粵劇作為中國一大劇種，
岭南艺术瑰宝已屹立于中华民族嘅文化之林，一定就海内外啊！我个道统见到大人一说说，你话我啦，咩名啊？大人，咩名啊？你知道嚟先做咩事啊？飛啊！有咁樣坐法啦，都200多蚊，200多蚊直接去到珠海喎，冇驚啊！